迄、那个当时哦，伊个后生骨骼出问题啦，阿嬷哦，就专工替伊为美国哦，找一个骨科权威专家。你敢知啊？迄当时是听到有够感动的啦，讲我是因家的救命恩人。啊，迄、那个骨科权威哦，姓沈。啊，你敢知啊？这个人是啥？你是讲本来要来台湾做学术交流，迄个沈博士？对，就是伊啦。啊，伊即马要去日本替迄个当时的后生做治疗啦，所以就取消了台湾的活动啊。我是有听讲，好像像是要伫惠民医院做啥物学术交流啦。啊，不过人命较重要啊，对不？阿妈，你根本就是挑狗爷对无？本来迄个沈博士来台湾，伊是要专工来看骷髅的呢。你啥做挑狗爷要甲伊调开？你哪会当安尼夺走骷髅的机会？迄个拜卡小黑哦，对我来讲一点啊都无重要啦。就算讲哦，甲伊剁剁的论斤卖的，嘛不会无几仙钱啦。我针对的不是伊，是你。我早就跟你讲过啊，参照这种身份这尔啊低的人，根本就无资格跟你做朋友。你爱分得清楚，什么人是你的朋友，什么人是你的敌人，啊，什么款人是你会当利用的。既然你分不清楚骷髅是什么款人，我就只好替你处理啊。我就是要跟小黑当作是朋友，我就是要跟伊斗相共。就算你这届有法度跟沈博士斗落来。那安尼，我嘛有法度去找到别人甲伊治疗。你安尼帮助伊，对你有啥物好处啊？无好处。啊，不过朋友就是应该安尼。朋友，我看你根本就是介意着迄个摆卡的小黑啊，对无？你唔通袂记啊！伊即嘛过来帮助张子祥诶。张子祥真正新婚，那是拢王爷爷出来。你想看卖咧？伊敢会继续跟你做朋友？好听着，伊阁会帮助外人来对付你啦。参照这款人哦，早都应该予安乐死啊！想要甲斗相共，甲伊离开哦，你头壳歹去啊！我就是要甲伊斗相共，无你写当安怎？刚刚你想要甲我关起来是无？无法度啦，为着要保护你，我真正会甲你关起来。就只有甲你关起来。你才袂受到迄只摆卡口的利用啦！我爱甲谁做朋友，唔免你管啦。阿娇，你之前有拜托我，诶，沈博士来台湾做学术交流的时阵，请盛元到三江，请伊安排替骷髅看一下卡。盛元都要通知我，沈博士临时有电话在家处理，我得取消，所以无得来啊。我早就知影，这件代志哦，是我阿妈母的。伊临时叫沈博士去日本看一位当时的后生。我透早出门的时阵，搁在甲伊玩一件代志。昨昏去病院看柯淑君，有拄着骷髅，我才知影，曾华丽搁对本总裁出手啊！你嘛因为这件代志甲伊冤过啊！我想曾华丽一定甲你骂过啊！你即摆出来啊，就等于是就无阿心。一定就辛苦诶，我惯习啊啦。其实我阿妈这个人伊就是安尼啊，伊家家哦，都骂骂，讲一挂歹听话，当作无听到就好啊啦。我是伊的查某孙，伊也袂当安怎。安尼就好啦。啊，不过规工来吵吵闹闹久哦，嘛是会破病。阿娇。你若什么需要到三江所在，甚至你想要搬出去住，你拢当甲我讲，免甲我客气。对我来讲，你着甲查某囝同款。查六，多谢你，有你这句话，让我感觉就安心的。至少，我毋是孤孤单单一个人。那是当然的。按我即马，曾华丽搁会去了斗三江，会提早假释出来。
我是烦恼，曾华丽佮利用伊去害人，就参照王来才发生的代志共款，伊袂放过彭总裁。其实哦，伊的目标唔那是彭总裁，还佮有张家良。张家良变个安尼，大拢约着啊，一定跟曾华丽有关系。只是曾华丽之前无主动出手，现在今麦熊熊要提张家良的命，你敢知影原因？爱讲，你唔敢讲，这个代表性的代志一定真严重。我想，你知影原因对无？阿强，你敢当跟我讲，让我了解，曾华丽到底暗中的计划啥？安尼我才能想办法阻止伊，要若无，一定无辜人受到伤害，甚至有可能是彭总裁。你敢忍心看到这种代志发生？我袂当讲子祥计是都是天佑的代志，啊，我袂用个讲。我袂用讲，好啦，阿姐，你无想要讲，莫讲，我袂逼你。等你做好心理准备再讲。阿姐，我只是希望你当勇敢行出来。你已经不是以前迄个爱家，你无煞顺从我，你的性命去过你的人生。你嘛知影，阮大家拢愿意给你机会，所以你免惊。等你准备好，任何代志，你拢当甲我讲，我一定甲你斗相共。天光真正愿意甲我斗相共。其实。今仔所有的不幸拢是我造成的，就算我死，我嘛无法度赎罪。阿姐，你讲这什么意思？你讲我清楚。查长，其实我……高志勇，你想要丢人怎啊敢创啥？你把我的查某囝叫来你的办公室，门关起来讲话，一定有啥物企图。你莫想要利用伊对你的信任来伤害伊。这两件事，你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这是公司呢，是我的办公室，我跟爱讲，敢袂当讲公司。你即马是为着袂让我跟苦劳见面，所以要把我关起来是无？即马是啥物情形啊？李宇飞让因爸妈关起来，你嘛要把我关起来？啊，无即摆是安怎？即摆流行关起来教囝方式是毋？问不到哦，无安尼做啦。若是继续让你甲苦乐做伙哦，早晚会出代志。是有啥物代志？我甲苦乐就真正是普通朋友尔。恁根本就袂当做朋友。我伫郭志良办公室外口听甲清清楚楚。我问你。你是不是差点啊？把张子祥的代志讲出来。对，我就想要讲出来。一直在藏在心肝内，我足艰苦的，我永远袂喘气。这件代志，若是郭志龙知影，你敢知影这后果偌严重啊？刚刚你阿莲，我甲你妈开车去弄张家的代志，拢要压出来。敢讲你要出卖我，啊，告你妈妈？这都已经是事实啦，咱是可以个温毛偌久？我愿意当，因为代志是我做的啊，阿妈是为着我才安尼做的，让我一个人去承受所有的处罚。啊，若无伊伫咧藏在我的心肝内，我真正是足痛苦的。我干嘛甲话讲讲的？啊，你我电脑较快活。
你敢真正认为你一个人担得起？本家甲庄家良知影代志事实了，你敢真正认为只要赔你一条命，伊就会帮恁煞？唔呐，咱所有的人，阮哪会做伙赔惨落去？ 你咪应该为着要让卡死有死，特别跟我乖弟仔。阿强，你别激动，给我放开！我真的。阿强，你对我动手，你都会拢唔准去。你咪应该跟我乖弟仔，我冇跟我乖弟仔。 想办开，为什么话好好讲啊？你这嘛，这种情绪哪有可能好好讲啊？我嘛无想要动手，伊就是唔听话啊！敢讲你真正要找一个唔听话，倒来加伊用强迫的？妈，我即摆已经会让你了解，你让阿妈控制痛苦啊！刚刚，你拢无想过要反抗？ 你拢无想过家己决定家己的未来，你拢无想过要过家己的人生。社长有甲我讲哦，只要我肯坦白，伊就一定会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妈，但是安怎嘛相信伊一届较勇敢的，这一定是咱脱离阿嬷的好机会啊！ 天气，我感觉爱江讲的嘛是有道理呢。咱每一个人的命运，拢互阿妈落伫手头内底咧算账，每一个人拢是受害者。无得靠，郭志良真正愿意甲咱斗相共，替咱开创另外一条新路。爸。 过去，我真是无正常，所作所为拢无受到控制，所以毋才会做出遮尔侪的悲剧。就算我受到任何的处罚，我拢心甘情愿，因为自细汉，甲我感情上好的表兄弟子祥，伊已经为我死啊。 所以，就算本家的人怨恨我，我嘛愿意接受处罚。啊，不过至少，让天佑甲宇飞应该有机会破镜重圆。爸，我拜托你，你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，给我甲天佑幸福宇飞，好不好？ 你同情因，向来同情你阿哥有恁妈，一旦你两亲妈，咱家的人就唔敢是过街老鼠，是会歹更加重的罪，甚至去用关，诶财产是要赔嘛赔袂完。因为你的亏欠，刚刚爱甲咱所有人的人生拢赔惨落去。啊，不过小弟讲伊个，莫甲我讲郭志良啊！ 伊毋是你的相，卡叔讲你也坚持要甲爱食乖呢，那安尼，我就陪伊做伙乖。好啦，好，拢听你的。 你哪会安尼？好啦，你莫这样激动啦。我是看爱将情绪无稳定，让伊哦安尼较稳定较好困啊。你拄则无看到爱将为何郭志良的模样，我想着参照你妈所讲的，爱将何苦了洗脑啊。咱若是顺伊的意，真正会去互伊做白去。